港过来的领克005四驱，挑战一把挂，这个刚开始就熄火了。哎哎，加油，往后退啊！这么猛的吗？哎，还可以啊，上领克005，上去。哦，这么猛的吗？这么猛的吗？啊！哎，哎，搞不了，搞不了，干！4008，不是5008，4008。半坡起步啊，看有没有压力。我这天天灰是吃的饱饱的，都不用喝水，不用吃饭了。应该搞点来降降灰尘。开开开开，直接开，直接开，还搞不搞？不搞了，搞不上去。不搞了，不搞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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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标志放弃挑战啊！4008，干不上去。不信任石倒下山，你们大千爬不动，爬不动。哎，这什么在响？什么东西在响？一直哎，爬不上去，爬不上去，放弃挑战算了吧。不搞了，放弃。好好好好好，那领克005完胜啊，打四驱，那没办法。行个带国的，行行行，一块国。那个放弃挑战啊！放弃了。4008。太极点儿，太极点儿，太一点点。